果然离婚了就是不用藏着掖着了，有新欢都可以大大方方带出来了。继汪小菲、张颖颖恋情被实锤以后，这边王岳伦也按耐不住了，开始放飞自我了，这不马上就带着美女现身机场了。2月10日，王岳伦带美女出现在机场，被网友拍到两人相处的状态十分亲密自然，疑似王岳伦新欢曝光，一时间就引起广大网友热议。王岳伦当天打扮十分低调，全副武装包裹严实，一身黑色似乎怕被人认出，一双小白鞋给全身黑色增添了一点色彩。王岳伦肩上装得鼓鼓囊囊的大包也非常强劲，不知道都装了些什么东西。一开始视频中并没有美女，只有王岳伦一人拿着很多东西，其中白色的女士包包很是抢眼。王岳伦站在墙边用手机发着消息，不一会一位同样全副武装包裹严实的高挑美女出现，不过这美女戴着口罩和帽子，看不见正脸，只能看见她身上穿着紧身牛仔裤配黑色羽绒服。两人一边说话，该女子一边接过王岳伦手机的女士包，王岳伦确认着证件并拿给该女子，最后女子一边躲避着镜头一边紧紧跟随王岳伦。该女子满身奢侈品，身材纤细高挑，在王岳伦身边小鸟依人，身材似乎只有李湘的一半，原来李湘是输在了身材上。不过如今两人已经离婚，那就祝两人各自安好。图源网络青山。